我哋 SDTL 嘅科研團隊喺研究天然植物小分子方面已經有超過30多年嘅豐富經驗噶啦。咁我哋將天然植物嘅抗氧化成分啦，以 SDTL 嘅獨特技術，將佢打造成一啲極微細嘅皮米小分子嘅。咁呢啲嘅小分子有幾細粒呢？咁等我打個比喻啦。如果人體嘅細胞好似香港機場咁大嘅話，咁 SDTL 嘅小分子就只有乒乓波咁細粒嘅啫。咁正因為佢咁細粒嘅關係，佢可以好快速咁樣滲透我哋嘅皮膚，進入細胞進行修復，以天然安全嘅方法，快速由內至外咁樣回復同埋提升大家嘅健康，同埋令大家有一個焕然一新嘅外表。我哋嚟緊咧將會舉辦一個 SDTL 改善頭皮及健髮計劃，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，令大家關注自己嘅頭髮健康嘅。而成功參加呢個計劃嘅朋友，更加可以免費體驗 SDTL 能量方塊同埋活力微分子噴霧，改善頭皮同埋頭髮嘅健康添。依家就嚟我哋 SDTL 嘅網頁 sdtlshop.com。或者去我哋尖沙咀 The One 商場 L1 層嘅體驗店報名參加啦～